马太福音第十五章。那时，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，说：“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？因为吃饭的时候，他们不洗手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？神说，当孝敬父母，又说，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。你们倒说，无论何人对父母说，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，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。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。假冒为善的人呐，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。他说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”耶稣就叫了众人来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要听，也要明白，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乃能污秽人。”当时门徒近前来对他说：“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，你知道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凡栽种的物，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，必要拔出来。任凭他们吧，他们是瞎眼领路的，若是瞎子领瞎子，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。”彼得对耶稣说：“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？岂不知凡入口的，是运到肚子里，又落在茅厕里吗？唯独出口的，是从心里发出来的，这才污秽人。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，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政、谤毒，这都是污秽人的。至于不洗手吃饭，那却不污秽人。”耶稣离开那里，退到推罗、西顿的境内去。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，喊着说：“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，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。”耶稣却一言不答。门徒近前来求他说：“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，请打发她走吧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奉差遣，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”那妇人来拜他说：“主啊，帮助我。”他回答说：“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”妇人说：“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。”耶稣说：“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，给你成全了吧。”从那时候，他女儿就好了。耶稣离开那地方，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，就上山坐下。有许多人到他那里，带着瘸子、瞎子、哑巴，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，都放在他脚前，他就治好了他们。甚至众人都稀奇，因为看见哑巴说话，残疾的痊愈，瘸子行走，瞎子看见，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。耶稣叫门徒来说：“我怜悯这众人，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，也没有吃的了。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，恐怕在路上困乏。”门徒说：“我们在这野地，哪里有这么多的饼，叫这许多人吃饱呢？”耶稣说：“你们有多少饼？”他们说：“有七个，还有几条小鱼。”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，拿着这七个饼和几条鱼，注谢了，掰开，递给门徒，门徒又递给众人，众人都吃，并且吃饱了，收拾剩下的零碎，
装满了七个筐子，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四千。耶稣叫众人散去，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。